很讨厌，就是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要分享，然后你要 po 的动态，还是 po 的 post， 不能 po 文，一个 po 一个 po 文，然后分享要超过150才能发这个东西。啊，超过150再想应该都 OK 吧？所以智慧的 po 文呢，是要分享超过150才能发这个。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有这个资格吗？你是刚刚上学的？我来呢。选秀节目叫 BB 五二，然后我被淘汰了，这样子。然后等一下，姐妹你真冷静。然后我们还在被淘汰感言，讲的有点多，然后就转战主持。大家有这个吗？不然我啦。大家有这个来少女吗？年轻少年，我在里面一个小角色这样。啊，我的 ID 是 MUMU 0808底线。结束，结束，排名。